有一个跟 Ami 一样去年爆火的平台，它被称为北欧平台之光。品牌名 Acme 在英文里是青春痘的意思，并且一出新款就立刻成为爆款。无论是温暖的让你不再需要对象的马海毛毛衣，还是时尚达人人手必备的笑脸毛线帽，又或者极寒天气下都能保暖的羊毛围巾，这些都能让时尚人士激动不已。它就是以北欧极简风和窄腿牛仔裤出名的 Acme Studios。先来看看怎么读 Acme Studio。Acme Studios 由 Johnny Johansson 创立于1996年。虽然 Acme 在英文里是青春痘的意思，但品牌实际含义是 Ambition to Create Novel Expression， 意为以创造性的表达方式为目标。这个理念也广泛渗透在品牌的作品里面。所以 Acme 其实是一个工作室，品牌以简洁易衬的设计理念为主，剪裁极简，色彩搭配有趣，流露出干净冷淡的气味。1997年，出于好玩，Acme 的设计师设计出了100条红色缝线深处的牛仔裤，并送给了他的朋友们。爆款几乎是一夜之间横空出世的 ，Acme 一夜之间就被疯狂种草，并且 Wallpaper 还报道了本次事件，紧接着上了法国版的 Vogue 和瑞典版的 Elle。2014年 ，Acme 还创办了先锋杂志 Acme Paper。他从来不给自己打广告，并且声称要做世界上最棒的杂志。尽管在2014年停刊，但是他依旧可以代表 Acme 的品牌精神，以创造性的方式表达目标。当然 ，Acme 也不只是一个品牌，更像是一个设计理念的倡导者。他们家全球每一家门店都是一个艺术设计典范，伦敦、米兰、首尔、成都，每一家店铺都是一个艺术品。说了这么多，那 Acme 到底有多贵呢？牛仔裤都在1800左右，外套都在5000到2万左右，针织衫、毛衣也都在4000左右。所以这样的品牌你会喜欢吗？欢迎评论区告诉我。Bye. By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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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e ya. See ya. See you guys later.